当您的组织需要重新定义信息流时，会发生什么？对于 IT 来说，这意味着克服巨大的运营挑战，例如部署、管理和支持扫描仪器群。过去让人头疼、麻烦，支持中心超负荷。现在有更好的办法进行处理，确保数据从来源采集并快速分发，比以往更快地将数据从 A 点移至 B 点，轻松安装、维护和管理机群的方法。现在您可以通过仪表板监控网络上的每台扫描仪，轻松推出全新的驱动程序、固件和软件，确保扫描仪与基于 Web 的业务应用程序集成始终值得信赖的高级安全性和一流服务。更少的障碍、更少的错误和更低的成本，最终重新定义您的工作方式。您可以更好地了解运营，减少支持中心的呼叫，快速实施软件，改进风险管理，帮助您和您的团队关注更大的蓝图，将其视为智能解决方案，发挥他们对制定明智决策的作用。世界由信息推动发展，与 Coda Glorious 合作，您的能力也会得到提升。 Coda Glorious， 重新定义的信息流。